两个陀螺，它是火龙王跟火鸟组合，然后还有一个战斗盘，然后我们打开啦！好，耶！还蛮大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火鸟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火鸟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火鸟。陀螺是这样。它跟陀螺不一样，我看它好像是可以夹起来的。可以夹起来呀，可以夹。它会发亮吗？会啊，你看。下面这个哦，打开这个，这边还在一个，然后这个跟陀螺不太一样的，就是它可以再夹，陀螺就这样拉嘛，然后这个好像是可以夹，可以夹的，对不对？它会发亮，它下面也可以发亮，好，那我们打开吧。好嘞，打不开。好来，然后这个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了？然后说明书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那个要扣上去是不是？扣上去的，扣在这边啊，扣在那个陀螺上。所以这个是配红色的吗？对。配这个吗？因为要看你颜色。来，那你试试看。哎，然后这个一粒要干嘛？这个。然后这个，哦，它里面有替换了这个陀螺的这个尖尖的。还要可以换快速。好，如果坏掉的话。那滴滴黄色好不好？滴滴是黄色的。要用滴滴的，我是用我的。哇！我都发亮了，我都发亮了。有人在发亮。你有发亮吗？没有。哎呀！我发亮了。没有。不，脸不发亮了。